你好，我叫张晶，今年22岁，我是一名在读硕士研究生，现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，今年研一。我的普通话流利标准，我的专业知识扎实牢固。除此以外，我的性格活泼开朗。在校期间，曾经有过为时4个月，以2位韩国成年女性为教学对象的汉语教学经历，以及为时2个月，以小学阶段少儿为教学对象的语文培训经历。在我的课堂当中，我和学生们一起营造了轻松有趣的课堂氛围，课下也受到了学生们的一致好评。我认为，不论是成年教学对象还是少儿教学对象，在汉语教学的过程当中，语音教学至关重要。因此，我相信在我的课堂当中，学生们的语音水平一定能够有所提升。我的课堂活泼有趣，互动丰富，希望通过我的教学，学生们能够感受到学习汉语的乐趣与魅力。欢迎学习汉语，欢迎加入张晶的课堂。谢谢，再见。